考验好宝周小涵，女神水成珠，情不够很没基吻戏吗？曾经说过这辈子接下来的路要一起走，那先让我讲完。偶像剧《狮子王》强大剧中，主演周小涵、乔彦豪合体一日店长。这次是两个人最后一次合体，是最后一次。你们记得妇产中心？对对 对， 对，所以那个床并不是一般的病床，它其实真的很好谈。其实那时候内心深处的感受是。哇，周小涵怎么那么好？第一场可以用躺着演，你们用闭着，超累的。然后就真的，另外演团就听到微弱的那个打呼声。虽然戏结束了，但两人却可惜情不够。我就有看那个《姐的时代》嘛，就是小乐跟钟瑶的那个的吻戏，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亲的好真实哦。然后钟瑶是整个第几集哦？我去说一下。我跟他讨论过这件事情，我说我们亲的好保守，好乖哦，就是那种弯，比较唯美，就是嘴巴是紧闭的，但是我们有在动，可他们都是嘴巴会微张的亲，就是很。昨天制作人就是说，当初自己没有先提出来要求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你是不是想要这样亲？我可能来不及。如果我们真的忙起来亲，也是蛮怪的。忙起来，只是说看到别人会觉得你们两个亲的太保守了。对，看起来像亲的。他们之前那个什么去一个杂志宣传的时候，当场接吻，真假的？对，你可以吗？啊？是啊，不太需要宣传了。